Snail 公司是一个以体育用品为重点的一个公司，为了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不断的在开发新的技术，并且，市场从韩国国内已经走向了更大的海外市场。2014年，Snail 公司获得了首尔国际发明大展上一个金奖，然后在品牌大展上也获得了铜奖。2017年获得了 High Soul U-Word 奖以及京畿道地方中小风险企业厅长奖。2019年获得了 Sports Seoul 最佳创新奖。2020年获得了 Sports 高尔夫产业部分创新领袖大奖，还有韩国体育振兴工团体育产业综合支援中心的入驻企业。2021年也获得了第15届大韩民国优秀的专利奖。最近，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屏幕连去练习高尔夫的人越来越多，特别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上班族，还有女性高尔夫选手，在练习高尔夫的时候，大家都很难去掌握到一个标准的姿势、标准的握杆姿势和标准的挥杆姿势。然后下面我要介绍的3款产品，就是来帮助我们自主学习高尔夫的时候，怎么样去掌握这样标准的握杆姿势和挥杆姿势。首先，第一个产品是这样一个高尔夫手套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跟其他的现有的产品不一样的一个特点是，它这有一个突出的平行的这样一个设计。这个设计是怎么用的呢？我把它打开，我戴上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样一个设计就是，当你在练习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把这个杆儿放到这个两个平行的这样一个设计中，它告诉你这个杆儿应该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个空心的地方，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手的这个地方不要碰杆儿，不要碰住杆儿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握杆姿势。然后右手会有一个这个指套，也是帮助我们去正确的握杆。然后这个手套它是有，几个尺寸的，所以说有小、中、大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手大小，女性、男性，它都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尺码。然后第二个这样一个产品就是高尔夫的一个套，铁杆套。通过这样一个套，它可以直接不用取下来就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样一个数字，所以我们在选杆的时候，也会很方便。然后根据我们有这个一套的这样一个高尔夫球杆，所以说它也是这样一个套，它是会有一套这样一个构成。然后它会有4个颜色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盒子里面内容的颜色，这个是这样一个皮革色，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去选择它这个颜色。这样一个挥杆套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？通过这样一个挥杆套，可以更顺畅地进行挥杆练习。通过练习可以去感受到它有一个这样一个设计，它就会有一种挥杆的一种感受。通过了这样一个感受之后，身体就会掌握到这样一个挥杆的技巧。然后通过反复的这样训练之后，矫正拉伸的动作，我们就会达到一个正确的挥杆的姿势。最后一个产品是这样一个清凉的面罩，它跟清凉它跟普通的面罩设计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地方是挂在耳朵上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出来的拱形的设计，一般的面罩它是没有这样一个设计的，所以说在我们呼吸的时候，它老会贴到我们的嘴巴，所以呼吸就感觉不顺畅，
但是这一个设计它是帮助我们去顺畅的呼吸，而且它下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口的设计，当我们口渴喝水时，就可以方便的拿起来就用那个吸管喝水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它后面是一个 V 型的设计，一般的这样一个面罩的话，它是一个一字形的设计，这样 V 字形的设计呢，非常方便女性长头发的女性扎起来的时候，去使用这样一个面罩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产品。而且它的质地是一个清凉舒适的，而且还隔离紫外线的一个面罩，所以说适合登山、高尔夫、慢跑等等户外活动，阻断紫外线、预防老年斑和颈纹的这样一个产品，非常方便，就清洗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Leo 公司通过努力成为创造融合的一个企业，追求人与技术的一个融合，与社会一起沟通进步，实现共同分享优质产品，让我们期待 Leo 公司给我们做出更多优质实用的产品吧。